根据您的要求，我们给李存存安排下午或晚上的时间，而周末也可以尽快开始排练。啊，我还有一个要求，我想见见刘主任，我必须亲自得到他的承诺。No problem. OK， 我来安排，我来安排。过几天，这个海报往大街小巷那么一贴，您的女儿火了。啊，夏菊，夏菊，李处那边有什么消息吗？啊，那两家公司都是空壳公司，没有什么具体的业务。公司的办公室地点和在工商注册的公司地址不相符，李大他们正在查找呢。估计他们什么也查不到。哦，对了，你们俩这边有什么情况？有一些，您看啊，持股比较多、时间比较长的几家股东，这家、这家，还有这家。但是特别奇怪，他们之间存在着大量的股权交易，转来转去的，总的持股量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。说明什么？说实在的，我们也不太清楚，可能是某种业务的需要吧。您看，我觉得是找个专业的人来给看一下。哦，对了，那个陈老师他不是经常搞这方面研究，让他给帮帮忙。你是说陈子明啊？对呀、啊。陈子明是谁啊？我觉得不太方便，这样吧，你们俩把所有的疑问写个书面材料给我，我回家请教一下我妈。啊？啊，我妈是锦大经济系的退休教授。啊，那就好办了。估计我会碰一鼻子灰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他会觉得他回答我这些问题对于他的学术来说是一种玷污。你妈这么有性格呀？哎，我觉得我们这个问题完全可以直接请教一下曹明义啊。对呀。挺忙的，在线。刘主任，您这是逼我跳楼。现在说这些都没用啊，这检察院压着文件不放手，您就出再低的价我也帮不了你啊，是不是？哎呦，刘主任，检察院现在正给我打电话呢，这样你过五分钟之后打电话过来好不好？喂，哎，夏军你好，夏军你好，不好意思，刚才啊，我正接一电话呢。怎么样，有什么吩咐啊？啊，是这样的，曹总，你们的文件我们已经复印完了，本来想给你们送回去的，但是还有一些具体的问题想跟你们当面的谈一下，所以能不能麻烦你到我们局里来一下？是不是文件有什么问题啊？哎呦，您这次是传讯吗？哦，有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，我觉得我们应该以更轻松的方式交流一下，你觉得行吗？轻松好，我就是喜欢轻松啊。那要不您看这样好不好？因为我呀一去你们那儿我就感觉紧张。是吗？那你在哪儿不紧张啊？我要不先派我的人去你们那儿取一下文件，然后咱们俩呢找个安静一点的地方好好谈谈，您看怎么样？当然了，这也得经过您的同意，是吧？我只是觉得既然轻松了，那我们就别那么正式，您说呢？嗯，好吧，这样，你定好了地方告诉我，但是我们有言在先啊，不喝茶不吃饭，只是谈一谈。怎么着你也得给我一个做东的机会嘛。你如果做不到这个的话，我只能请你到我们局里来了。好好好好，听您的听您的，我们不吃饭不喝茶，只是轻谈，只是轻谈。好，今天下午可以吗？哎呦，这么着急啊。好，这样等我安排好地方之后我给您发短信。好，再见。好，再见。
想单独谈。他想开了。不知道，我一直觉得曹明义这个人很深。这样吧，我去请示一下任局，你们俩赶紧出一个书面材料给我。好。这个我拿回去看一下。手机。那个陈子明是什么人啊？陈子明是个男人。我知道，我是说什么关系啊？这我哪能说？你想知道自己问下去。那没劲呢。是他要求的吗？是我打电话约他来，他好像也有很多话要说，但是他不想到我们院里来，他说到我们这儿比较紧张，所以就约我到外面见面。那你认为这个曹明义在范长利和卢慧君的问题上他知情？不仅是这些，原水河矿业是从南都集团改制而来，他的前世和今生都有诸多的疑问，曹身在其中不可能一点内情都不知道，但是这里面到底跟他有多大的关系，我们需要做一个基本的判断，否则接下来的调查在尺度上不好把握。嗯，好，我觉得你可以和他单独见面。嗯，不过我有个建议。您说。哎，请坐。嘉庆啊，我觉得你不要在这个人身上耗费太多的精力。为什么？啊，哎，前几天纪委的肖大河书记是不是来过？对，直接找的李简，我们做了一个简要的汇报。啊，一涉及到南都问题，市里现在很敏感呀。是因为南都的改制吗？啊，我觉得你们现在都应该有这根弦儿，这是市里今年的大动作，我觉得你们都应该关注一下南都眼前的改制，这和你们现在要调查的内容不矛盾，你说呢？明白，注意分寸，将南都改制的过去和现在联系起来。分寸嘛，就看你怎么拿捏了，过去和现在看你怎么比较。明白。哦，对了，有个事儿想跟您求证一下。什么事儿？肖大河书记跟咱们院很熟吗？很熟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是不是有某种私交？这从何说起？啊，那天我们跟肖书记汇报工作，我和林夕一起。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这个林夕把肖书记给噎得一愣一愣的，是吧？是他当时把我吓坏了，我想这下我可闯祸了，但是没想到肖书记他没生气，也没什么脾气。他闺女噎的，他有什么脾气啊？你看我就说嘛，这林夕在跟我搞鬼，我问他他还不说。哎，这个丫头啊很要强啊，他不让说这个事儿，咱们局里只有我知道。哎，现在你也知道了，咱们得给他保密啊。好。哎，李大康也不知道吗？啊，我可没跟他说过。哟，这小子挺滑头的，没准他还真知道了。他呀，他鬼聪明。那行，我先回去了。好。曹总，怎么找了这么个地方？怎么，这儿的环境不好吗？环境那是相当的好。看来曹总想跟我好好谈谈，我说的没错吧？错，我是真不想和你谈。请坐。好，好，好，是我想谈。坐。哎呀，既然曹总那么给面子，我心领了。别别别别别别，我可什么都没答应你啊。哎呀，曹总，你想啊，虽然咱们接触不多，可毕竟算是合作了这么多年，不说是风雨同舟吧，怎么也应该算是一路同行啊！这以后的路还长着呢，没准哪天咱们又合作了，所以相互行个方便，这个要求不算过分吧？谢谢你请用咖啡。好，谢谢。再说了，锦山这么点个地方，要想做到老死不相往来也不容易，您说呢？陆主任，您这话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就是，与人方便，与己方便。今天我来求你曹总，没准哪天又反过来了。
今天我们就到此为止，因为我呀还约了另外一位朋友，好不好？别，你好歹也让我把客气话说透。要说起客气，那得是我跟您讲客气。我现在啊，比您是惨多了呀。我是上面政府压着我，下面员工硌着我，中间您又挤得我，弄得我现在连死的心都有了。我听什么话都是梦话，都是废话。那曹总，你想不想听实话？太想了。可这年月有实话吗？有，5000万，13.6%的股份，一口价我也不细算了。怎么样？我真得感谢卢主任还保持着如此乐观的心态啊。我现在甚至怀疑整个原始我们老大也会对你感激不尽的。好，你看，我约的朋友马上就到了，咱们今天就到此为止。你说的这事儿啊，我是真的接不了，但是我可以帮你打听打听啊，打听打听，看看有哪位不长眼的愿意接，好不好？卢主任。夏菊，想喝点什么吗？哦，什么都不喝，咱们直接谈正事儿吧。我们这次谈话要录音吗？你是想录还是不想录呢？还是别录了，您看呢？好，听你的。谢谢啊。哎呀，最近啊总是心绪不宁，被各种各样的事情裹挟着，有时候还一惊一乍的。本来想找个安静点的地方和你好好谈谈，没想到还是逃不掉，总是被人追，不是这事儿就是那事儿，但是没有一件是好事儿。我不是那个招你烦的吧？没有，完全不是这个意思。那是什么让我们曹总烦了呢？太多了。股东追着要退股？之一吧，烦心的事之一。但是好在现在检方压下了所有的交易文件，那些股东想跑跑不掉，所以从这方面来说，
我还得感谢你。这样，我们多的就不说了。言归正传，我今天找你来呢，主要是想跟你谈一谈原水河矿业的家底儿。家底儿？我们都知道，您入主原水河矿业的时间并不长。那么，作为一个企业家来说，当初你是怎么想去接手原水河矿业的？因为从你从商的经历来看，你从事实业，尤其是矿业，并不是你的长项。爸，是这件事情啊。好，什么事儿？帮忙给看看呗。把我眼镜拿来。是。来了，眼镜给您戴上。来，好，你替我先玩呢。好嘞。妈，您看认真点啊。林先生，我这个老校友啊，可不同于一般的媒体人士，平时场面上的事儿啊，根本见不到他的人。今天要不是你说有要事相托，我还真不敢约他。都撅过我多少回了？哦，那我就明白子明兄的分量了。我听老洪说，丁先生现在经营一个书吧，是一门很闲在的生意。能闲下来的都非等闲呐。来，请。妈，您觉得一个公司的股权结构呈现出这个状态正常吗？没什么不正常。有问题吗？有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不知道。您怎么能这么对待您的学生啊？我告诉您啊，您这个态度可影响您口碑。你又不是我的学生，我怕什么？好歹我也是来跟您请教的呀。哎呀，关键是你提不出什么像样的问题，你说你叫妈妈怎么跟你解答？哎呀，输了。瞧瞧你，你怎么搞的嘛？您玩的这个我不太擅长。哎，你这个游戏啊，也不是我的专场，你还是找陈子明，你们一块儿研究研究，好不好？哎呀，我不愿意什么事老麻烦他。怎么，他跟你讲价钱了？不是，有些话呢不太好说。有什么话不好说呀？哦，是不是他有什么企图啊？妈，您都想到哪儿去了？那么说，就是你有什么企图？行，我现在就去给陈子明打电话，免得呀你老说我们俩有什么想法和企图。不好意思，接个电话。喂。喂，陈子明，我得见你一面，你在哪儿啊？我跟朋友在外面吃饭，什么事儿？急吗？急，你什么时候结束？应该不会太久。这样吧，你在哪儿告诉我，我一会儿去找你。丁先生，有什么事情，你就直接跟子明说，能帮忙的，他一定会帮。好。哎呀，怎么，子明，有事儿啊？不急。行，子明兄，我就看在老洪在这儿，咱就直言不讳了。别客气。是这样，我有个朋友啊，办了一个企业，最近惹了个大麻烦，这个负面新闻呢，搞得他有点喘不过气来。什么企业？原水和矿业，就是前一阵子污染事件的那个罪魁祸首。哦，这件事我知道。新闻发布会我还参加了。先生写的文章我也都看过了，我觉得写得非常的好，观点明确，
利益深刻，每一句话我觉得都切中了要害。像这种事儿总得有人挨刀子。哎，还帮你那朋友见谅？没有，我觉得这种恶性事件怎么下刀子都不为过。连我都说他，我说你们这么做事情还让我们老百姓还怎么活？对不对？但说归说，骂归骂，事情过去了该怎么办？我觉得如果媒体还是一如既往，那毕竟还算是一个很不错的企业，就这么完蛋了，那对国家对企业我觉得损失都很严重。丁先生的这份心是好的，但我不知道能帮什么忙。主持公道。哦，这话怎讲？是这样，我虽然远离了企业界很多年了，但毕竟在这个圈子里也混过，我知道办企业不容易，方方面面的关系你都得照顾到，想好不容易，那想坏那真是一眨眼的事情。啥事啊，办事济难呐。所以我理解啊，当然也可能不对，我觉得咱们的媒体有时候有一种暴力倾向。怎么说呢？像这种一哄而上、痛打落水狗的事情时有发生，但很可能会造成这样的一种结果，就是孩子和脏水一起被倒掉了。那怎么办？我觉得得有人，比如说像子明兄你这样的人站出来主持公道。当然，既是看在咱们朋友的情分上，更重要的是站在一个社会公正的立场上，发出你的声音。真没想到，丁先生对媒体现象还有这么透彻的认识，佩服。丁先生，子明是个直率的人，我跟他这么多年，没见他拐弯抹角过。是是是，看来我是难为子明兄了。哎，丁先生说的事儿其实是本人的分内之事。说句实话吧，这个远水和矿业，我已经盯了很长时间了。即使没有丁先生相托，我也会一直关注的。借用丁先生的话，无论是看在朋友的份上，还是站在社会的公众立场上，我一定会发出属于我自己的声音。这一点请丁先生放心。哎，怎么样，老洪，看来我得站起来敬子明兄一杯。来，咱们一是为了情分，哎，二是为了公正，干杯。干杯。有点乱，你随意啊。来，你先坐。哎，好。陈子明，你这放着个大背包，感觉你这个人随时都要出门。你看他像不像一个天使？像。他就是一个天使。
有机会带我去他的墓上看一看吧。好了，不提这个了。哎，说你的事儿吧。哦，对了，我今天啊这么着急找你，就是想让你帮我看看这个。他们把价格压得那么低，是诚心不想接手呢，还是趁火打劫呀？那不都一样吗？李健，这些日子都在想些什么呢？现在是命悬一线的时候啊，还起点精神来，行吧？这些日子我一直没睡好，总有一种被别人捏在手心里的感觉。算了算了，要什么价就给他什么价吧，总比人财两空好。那夫人那儿呢？这事儿别听他的。就这样，你赶紧和姓曹的达成协议，然后去香港，后面的事儿我找人去办吧。那我明天就答应曹明义。还等什么呢？范总，去香港的事儿能不能换别人？哎呀，慧君啊，你这人做事怎么没个底呢？啊？你说我为什么让你去香港，你明白吗？我明白。你不明白。我跟你说，现在蓝天旭也是箭在弦上，我让你去就是盯着他，看他拿着谁家的箭往哪射。别又射在咱们的背上啊，要命啊。你们对原水和矿业这么感兴趣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有一些细节不太方便透露。根据你调查财经弊案的经验，在既不影响调查又能顺利拿到证据的前提下，你会怎么做？我们搞调查跟你们不一样吧？好，如果这件事情没有我们的介入，你最想看到的是什么？我们其实是顺其自然，媒体不可能在事情没有发生之前去左右事情的发展。啊，我是说那种私底下的事儿。所以我想，如果没有你们检察机关的介入，所有的事情都按部就班的进行着，你们的介入打断了某项进程，而在这个弊案里往往是发生了才有证据可循，没有发生就很难找到证据。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，是否符合你们的办案原则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更旁观一些，局面就会有所发展。精心布局和静观其变结合一下，可能就会有收获。明白。评估一下风险吧。最可能的风险就是曹明义跟我们耍两面派。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们还没有立案，不能采取任何的强制措施，万一有什么变化的话我们反应不过来。可如果要立案的话，我们当初又是坚持的什么呢？对，就是这个问题。我们一直在坚持以事实为依据，而不是以推测为依据。看一下曹明义的反应吧，一会儿来了以后我们见机行事。好。夏菊，曹总来了。哦，夏菊。你好，曹总。夏菊辛苦啊。来，请坐。本来呀是想把这些文件给你送回去的，
但是老去你们公司呢，对你们的工作是一种干扰，影响也不好。同时呢，还有一些话，我们觉得在这儿说可能会比较正式一点，所以就请曹总到这儿来了。你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啊，我一定照办。这些文件的大致情况呢，我们基本上都掌握了。对于原水河矿业的调查也暂时告一段落了，但是对于贵公司的股权交易情况，我们可能还要再跟踪一段时间。希望曹总你能够理解。理解理解。我们会定期的核对，也希望贵公司呢能够主动的承包。一定一定。对于这段时间我们给贵公司带来的不便，我们表示歉意，也非常感谢曹总你给我们检察机关工作的全力配合。应该的应该的。其实调查结束之后啊，对于我们企业来说也是好事儿。一呢，可以以正视听；二呢，我们接下来的经营就没那么多顾虑了。曹总是暂时告一段落，但是调查还没有结束呢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公司的正常业务我们不干预，我们只负责核对真实情况。好的好的好的。好，那就先这样。这些文件我们帮你搬到车上。哦，不用了，我让我的员工搬就可以了。啊，好，请。哎，好好好。来，曹总不要嫌我们事儿多。因为我们的问题给政府造成了巨大的麻烦，想挽救都来不及了，怎么好意思冒险呢？上次廖川的事儿，曹总很配合，我们心里都有数。夏菊，有件事情我不知道能不能说。啊，你说。啊，如果你有机会见到廖川的话，请一定要转告他，让他好好改造。将来出来了，如果愿意回公司，我随时欢迎他，让他千万不要灰心。好，有机会我一定把话带到。啊，谢谢啊。曹总，你是一个很讲情义的人。情义嘛，总是要讲，可大是大非咱也得明白。啊，虽然说有些事情跟我关系不大，但是该深明大义的时候，我绝对不会只在旁边看着。您放心，您刚才的嘱咐我记下了。如果这件事情再不靠谱的话，咱们那天聊天就真白聊了。曹总是个有心人。好，那我就不多送了。好，谢谢。慢走。喂。曹总，嗯，那位姓卢的先生要见您。说我不在。我说了，他就是不走啊。不走就让他待着呗。真这么决定了？对啊，听人劝吃饱饭嘛。就按您说的价，13.6%，一次性交易。啊，好。不过量这么大，得跟董事会商量商量，听听大家伙的意见。曹总，不用那么麻烦吧？公司有规定，按照公司的章程，现有股东有优先收购权。如果现有股东没有意愿收购，你才可以交易给其他人，而且得在董事会经过所有的股东同意才可以。你以为这是小事儿啊？好，那曹总您给拖着点，您的面子，我相信股东还是认的。不过您出的价，我不敢保证就能成交啊。好，曹总，您做主，只要价别太低，尽快交易。老罗啊，老罗，我就是搞不清楚，你抽哪门子棋呀？是，曹总，我先走了。再打个对折，他们根本没什么成本，能出了手就说高香了。您放心，就听我的，一路杀到底，直杀到他们松手。什么？还要打折？哎，曹总，你这不是打劫吗？行行行，就那么定吧。好，曹总，就按你说的，但是我有要。全部现金打到我指定账户上。什么？要签正式合同？哎，我说曹明义，你是不是想使什么坏呀？他把电话挂了。又说什么了？他说
必须按照公司的交易程序签正式合同，否则的话他不顶这个雷。什么意思？可能是检察院还在调查他吧。欠欠。刘主任，这是我们徐总给您个人的酬劳，啊，给系里那部分经费，您看怎么走账比较好？哎呀，我们系里头啊就没有账户，就一个小金库，也是个人账户。哦，那我就明白了，我跟徐总汇报一下，这事好办。对了，李存存这个孩子，我们徐总非常在乎。这孩子的家长呢，又很在意您对他们孩子考学的看法，想见见您，跟您当面谈谈。哎，我把他妈妈约来了，你看是不是？见见，在这儿。嗨，在哪儿不都是一样啊？那无非就是想听您一句准话，一句话的事儿，啊？我叫他来。那好吧，你家小玉的走，我到横店收下。都是存存的照片，给您一块留着作为纪念。哎呀，谢谢你啊，吴导演。别客气。您不是想见见刘主任吗？啊，他正好过来谈事儿，就在我办公室里。我跟他说了，您去跟他聊聊吧。好。您放心，有公司这层关系呢，他一定会好好关照存存考学的事儿。哎呀，太谢谢了。你看你这么忙，还想着这个？那当然了，存存现在是公司的签约演员，他的利益就是公司的利益，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呢？哎，这样您去吧，我就不陪您了，这边排练我还得盯着。好，哎，哎，大姐，把这些照片给刘主任看看，看看咱们孩子是不是那个意思。好。刘主任，你好。你是？啊，我是李存存的家长。啊，我听舞蹈说了，孩子怎么样？听说开始排练了。啊，是，这不定妆照都拍了吗？啊，公司啊，在孩子们身上下这么大的功夫，哎呀，我们做家长的都没想到。我看看。刘主任啊，
其实，作为我们家长啊，最关心的还是孩子考学的事儿。就我女儿这个程度，您看她能考上吗？我看没问题，这不学还没上，这戏就演上了吗？是不是？那刘主任，我想问问您，在考学这方面啊，我女儿还应该再怎么准备准备好呢？这就是最好的准备。真的呀？你就放心吧，这部戏一上演，没准孩子就火了。哎，叫什么名字来？啊，叫李存存。哦，李存存，嗯，不错，形象好，有希望啊。